要干嘛呀？他们又看不到我们。滚蛋！我们现在是在约瑟的梦里，在梦里他就可以看到我们了。啊？那我们跑到约瑟的梦里来干嘛？笨蛋！当然是鼓励约瑟把玛利亚送给祭司长。只要玛利亚被石头打死，那我的敌人以赛亚会记录。我是你想看到的天使长加百列。你真的是天使长加百列？玛利亚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降临，照亮每一个阴暗的角落，带领人到光明的路上。弥赛亚为爱降生人间，要带来喜乐、平安、光明、希望，要打开每个人生命的窗，用爱温暖冰冷空虚心房。他是天父之子弥赛亚。弥赛亚的预言是真的。是的，玛利亚要生下弥赛亚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。为什么要叫耶稣呢？救人脱离罪恶黑暗，叫人彼此相爱宽恕包容，带来真理自由指引方向，给人纯洁正直的心。这是天父奇妙的计划，预言真正不用怀疑，真爱诚实和勇气，迎接耶稣的光明。可是我伤了玛利亚的心，只要你心中有爱，你愿意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他会原谅你。耶稣，你愿意相信吗？我愿意相信。黑暗乌云将要散去，正光降临人间，弥赛亚的预言就要应验了。老爷子，我决定了，明天就要和玛利亚结婚。是的，明天我要和玛利亚结婚。不会吧？对，现在去找玛利亚。哎，主人，等等我。完了，完了，奶瓶刷掉了。哎呀！忧伤笼罩着我，我
牵着我开舞云归里，看见眼前天空依然亮丽，爱是我相信，给我勇气，背上黎明曙光赶走黑暗，有朝有暮喜，爱是相信，爱要相信，有爱在心里，不害怕，没有恐惧，我爱是相信，爱是我相信，爱给我勇气，爱像黎明曙光亮作黑暗，有照亮我心，爱是相信，爱要相信，有爱在心里，不用害怕，没有恐惧，我爱是相信。玛丽亚，我们结婚吧！哇，天色和玛丽亚要结婚了。